各位，这里是司机的自我修养，欢迎收看成都车展的特别报道。看到里面那台被团团包围的黄色的全新梅赛德斯 AMG A45S 吗？它今天迎来了在我们国内的首秀，而今天它也公布了它的售价。基础版的 A45 是49.98万元，顶配的先行特别版是57.98万元。你们知道这台 A45S 的最大马力是多少吗？421马力。421马力啊！要知道，普通的保时捷卡雷拉，它的最大马力也就385马力，而上一代13款的911卡雷拉 4S， 它的最大马力也就400马力。所以说，它已经不能用一台小钢炮去形容了。如果要形容它的话，它就是一台特别的、超强的加农炮。A45S 上面搭载的这台代号为 M139 的 2.0T 发动机呢，它的马力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是421，最大扭矩是500牛米，百公里加速是3.9秒，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啊。所以说它的性能真的比很多运动跑车都要来着强。匹配8速双离合的变速箱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70公里。那梅赛德斯 AMG 还为它配备了一个漂移模式，去增加它的乐趣，还有 AMG 的扭矩控制系统。那对于这台车，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点就是它有一个三段可调式的悬架。其实我们回顾老的 AMG 和现款的 AMG A35， 它们的悬架都是非常非常硬的，所以我想知道的就是这台车它的悬架是硬，很硬，非常硬的区别，还是说它能兼顾一定的日常使用性，稍微增加那么一点点舒适感，这是我对这台车最大的一个好奇。那希望之后我们能快点借到这台梅赛德斯 AMG A45S 的试驾车，为大家进一步带来它动态部分的体验。那以上就是我们前方关于这台全新的 A45 的报道了，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司机的自我修养，点赞评论一波。我是阿 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